是小女孩，是大坑的吗？对啊，坑的啊。啊，是那个什么卡多里啊？卡多里乐园。卡多里附近，不是卡多里，就是那个登山步道，就是那一条、啊。我在我家后面是那里的。老板说，小时候去那里。午餐，卓兰可以吃鹅肉，然后或者是去一个什么石城国小，旁边有个什么冰远的，可以吃冰。不是，是客家菜的样子。哦，那吃客家菜啊？看你们让客家人决定说。